那过来乡亲，即马来到彰化市立图书馆，会当看到外面有设置一个真古锥的岌头座椅。这是由彰化的幸福企业全拓工业邀请彰化观光大使办办的设计团队，替图书馆量身设计的喜悦办办岌头座椅。希望伫咧疫情渐渐解封了后，互乡亲会当较接来去图书馆借册看册，培养岌头的习惯。彰化市立图书馆门口，这座全新的中地艺术，主角就是市公所的观光文化推广大赛“喵星人办办”。这是由旅行美国的插画家运用彰化八卦山顶元素设计出来造型。这次办办有拿了一本他的冒险旅程的书，就希望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图书馆，在文字里面冒险，然后写下你们大家的那个冒险的篇章。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喵星人办办的身影在八卦四行车口顶期待出名景点都看到，这回又来增加阅读办办，希望透过古锥的形象来推广外头。在我们彰化各地的这个观光景点都有我们的办办，那今天是在我们这开，感谢我们前斗公司捐助我们这个阅读办办我们也今天来颁发小朋友的，除了感谢前斗公司感谢他们捐给我们这个阅读办办之外，我们也办了一个这个阅读办办的写生比赛。阅读办办推出，彰化市公所也来举办彩绘一个写作比赛。在纪念会之天，公所特别公开来颁奖表扬这几位在彩绘一个写作比赛得奖的学生，肯定这群学生杰出的表现。大专新闻中向彰化采访报道。